世界上产文石的地方，除了意大利的西西里之外，那就是澎湖县的望安乡了。而且望安所产的文石在品质上要比西西里的好。这种世界上稀有的产品在大量开采之下几乎已经不容易找到了，当然好的文石制品更是难找。就有一家店东有一对叠盒碗，有人出价数万元还不肯卖。现在小块的文石还好找，不过这样的石头很多是刻成图章、袖扣、戒指等类的东西，价值并不太高。